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艾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。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。在选择健康饮食方面，麦当劳是许多人常去的地方之一。它的便利性和美味性使其成为许多人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的首选。然而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餐点是非常重要的，并且需要有一些策略和支持来做出明智的选择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麦当劳的汉堡选择。推荐的汉堡是双层牛肉起司堡。这款汉堡不仅味道好，而且热量相对适中。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，炸鸡堡和鸡腿堡是不推荐的选择，因为它们的热量和油脂含量较高。选择低热量的汉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同时也可以考虑减少酱料的使用，因为酱料通常含有较高的卡路里和脂肪。除了汉堡，麦当劳还提供了一些沙拉选择，这是健康饮食的良好选择。烤鸡沙拉和凯撒拉脆鸡沙拉是推荐的选项，这些沙拉提供了丰富的蔬菜和蛋白质，同时热量较低。然而，我们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沙拉酱，一些沙拉酱可能含有较高的糖分和脂肪，所以最好选择低脂或无脂的选项，或者选择使用少量的酱料。当然，在麦当劳就餐时，薯条也是许多人无法抗拒的美味。在选择薯条时，可以选择中薯搭配饮料，以控制总热量摄入。大薯的热量相对较高，所以如果您希望减少热量摄入，中薯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。此外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低糖或无糖的饮料，以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。麦当劳提供了一个热量计算工具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每种餐点的热量含量。使用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，根据自己的营养需求和目标，我们可以选择适合的餐点和组合，以达到均衡的饮食。选择健康的餐点只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，除了选择适合的食物，还需要注意控制整体热量摄入。过多的热量摄入可能导致体重增加和健康问题，因此控制总热量摄入是非常重要的。此外，合理搭配餐点也是关键，应该选择包含丰富蔬菜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，并避免过量摄入糖分、盐分和饱和脂肪。最后，注意大小餐的搭配也是选择健康饮食的一部分。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更大的分量代表更好的价值，于是我们可能会选择大份的餐点。然而，过量摄入食物不仅会增加热量摄入，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和不适感。选择适量的餐点和合适的分量，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均衡的饮食。总之，选择健康的餐点和饮食是我们保持健康的重要一环。在麦当劳就餐时，我们可以选择低热量的汉堡和沙拉，并控制薯条和饮料的摄入量。使用热量计算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，同时注意控制总热量摄入，合理搭配餐点以及注意大小餐的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我们可以在享受美味的麦当劳食物的同时，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除了在麦当劳就餐时的选择，我们还应该培养一些健康饮食的习惯，这些习惯包括多使用新鲜水果和蔬菜。水果和蔬菜是丰富的营养源，它们提供了重要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。高纤维饮食有助于消化健康和饱腹感，同时有助于控制体重。我们应该每天摄取足够的水果和蔬菜，以确保营养均衡。选择健康的蛋白质来源，蛋白质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营养素之一，我们可以选择低脂的肉类、家禽、鱼类和豆类作为蛋白质的来源。同时，应该避免过量摄入饱含脂肪和胆固醇，控制糖分摄入。过多的糖分摄入可能导致体重增加和慢性疾病风险增加。我们应该限制饮料和加工食品中的糖分摄入，选择低糖或无糖的选项，控制盐分摄入。过量摄取盐分可能导致高血压和其他健康问题，我们应该限制盐分的使用，选择低盐的食品，并使用香料和草药来调味食物。饮食均衡和多样化。均衡饮食是指摄取各种不同类型的食物，包括蛋白质、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物和健康脂肪。多样化饮食可以确保我们获得各种营养素，并且使饮食更加有趣。控制饮食分量，适量的饮食是维持健康的关键。我们应该学会聆听身体的饥饿和饱足感，适量进食，避免过度进食。除了饮食方面，适度的运动也是保持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适量的身体活动有助于控制体重，增强心肺功能和强健肌肉。我们应该每天进行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，如快走、游泳或骑自行车，并且定期进行力量训练。总之，选择健康的饮食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在麦当劳就餐时，我们可以选择低热量、低脂肪和高营养价值的餐点，并注意控制整体热量摄入。同时，培养健康饮食习惯，包括多食用水果和蔬菜，增加纤维摄入，选择健康的蛋白质来源，控制糖分和盐分摄入，并注意饮食均衡和多样化。此外，不要忘记适度的运动对于维持健康的重要性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我们可以享受美味的麦当劳食物，同时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生活方式。不过，最好的保健方式
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。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，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，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。根据你的目标、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，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。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订阅频道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最新通知。